哇！佢呢個好勁抽啊！我見到佢嘅假手咧，佢後邊有個管咧，係可以咦照住咁扭喐啊！哇！好正。金錢咧拆出嚟，不過我真係好想大家望一望翻個盒。哇！呢個 Ash vs Evil Dead 呢啲盒面真係真係絕到爆啊，大佬！同樣地。都是用了他經常開餐的做背景哦，是的，這個是我覺得是挺成功，他本身其實如果你拆下來用來當這個 backdrop 拍照呢，都會有一個 挺好的效果和很簡單。那後面就真的介紹一個 figure 了，即是電鋸都是這個 B 片的沒有必備必備道具，他沒有中指的，但是電鋸是不是小了大家的，經過專家的，不是這把，是剛才那個頭都不要插，他說那個家是 OK 的，這個大小或這個大小接近，其實這兩把都差不多，差不多同比例，我們看回電鋸打電鋸小一點的，這把我又挺喜歡這套戲，我真的有看這套戲，呢個咪全兩個完全唔同唔同牌子嘅同牌子嘅格。第一集叫做鬼玩人，佢做乜嘢？應該而家都係叫鬼玩人。係嘛？佢同個男主角打下打下咧就哇！佢呢個好勁抽啊！我見到佢嘅假手咧，佢後邊有個管咧，係可以咦照住咁扭喐啊！哇！好正啊！呢個拆啲槍出嚟玩下先。嗱咁啊，望翻啦，本身有一啲唔同嘅就位可以俾你更換。面相都有四個，佢真係豐富。咁另外有相啦，佢嘅外區啊，一張嘅啫，一張嘅啫。咁反而我而家係想拆佢支槍嘅。點解我咁嚴肅要拆佢支槍呢？因為我有槍人頭。係啦。但係相色嚟講，呢只同之前嗰啲好似有分別。個面上嘅樣，你覺得好咗定差咗咧？好多樣，曬燈。我想講咧，其實我有買到上一隻，因為有中指附送啊。係。咁嗰只嗰個人頭個塗裝咧，我覺得係比呢一隻優勝。係。你咪都係掹咗頭，然後擠自己個頭。我暫時未有呢個 scale 嘅頭。你成隻個大頭都幾有戲劇喎。變咗 Q 版。Q 版，我呢個矮喎。係啊，呢個睇個口咧，入邊啲毛出得好靚。其實佢啲毛好仔細，啲頭髮咁幼，佢都真係逐處得咁好咧，即係 OK。同埋你見到佢，如果你有啲光射埋，你見到啲皺紋位啊，係啊，佢係做得非常之出色嘅，特別係肉色嗰啲位咧。呢條脷拆咗件喎，喺後邊度裝翻落去。哇！好認真喎。係啊，條脷喺後邊裝落去。勁！好咁啊，真係玩翻隻嘢啦！咁啊，其實基本上玩 NECA 嘅分別其實真係唔大嘅。咁啊，同頭先介紹嘅差唔多啦。唯一呢一隻要彈嘅就只係呢一個三就位，架低位係啦，架底就爭咗少少，扁咗啲，係啦，扁咗。因為你可能你冇預你開咁多啊，你開咁樣咧就冇問題。但你唔開嗰陣時係都幾 fit 嘅喎，即係你覺得都幾，所以你咁樣睇又冇問題。咁但係就咁又會有破綻咯。Anyway， 小瑕大疵，最重要都是玩下佢呢一個電鋸臂。抱歉啊，冇呢一個血跡嘅今次就，但平時我覺得應該係加翻血跡就會好玩啲。咁啊，衫嘅衫紋亦都好仔細啊。咁啊，始終佢跟翻條褲嚟轉腰嘅，咁啊亦都有上下左右可動。咁啊，有支槍掹得出嚟，揸埋上手。咦，佢手型本身就係揸槍手嚟嘅咯，通常啲尾換都係嘅，因為佢冇其他手嘅。係啊，佢得一隻手啫嘛。係啊，佢冇其他左手嘅，佢有右手鍵型。其實佢單手佢點樣上彈嘅？射完就掉㗎啦，係嘛？係咪好似阿樂咁樣轉一圈就上咗彈？好型啊嘛，喺 T2 入邊。都係嗰句啦，其實本身真係話純粹針對翻可動性或者即係啲細節嘢咧 ，NECA 都好統一㗎啦。佢提升咗好多啊！佢真係新嘅呢批，即係由係咪上年尾啊？上年年尾開始。總之 ，Real Choice 呢個 series 咧，你一出咧，佢跟翻即係佢哋買嗰啲咁嘅恐怖片版權咧，暫時都冇乜邊只真係失手。係真係真係有四個頭喎、啊。
係啊，呢個真係堅堅正，同埋超抵玩。頭先阿嘉拎嗰個咆哮頭咧，係真係咁多個投資中最出色。O K 啊，個個頭都靚，佢啲神情都，佢啲表情攞得好好，攞得係啊，佢攞得好到位嘅，即係你玩起嚟就真係。我唯獨係覺得個上色我就爭啲咯。但係多一句，你睇翻佢嗰啲面嗰啲皺紋啊，我想講皺紋做足曬喎，大佬，即係1:6咁嘅質素嚟喎。然後佢啲頭髮絲雕出嚟都好嘅，係真係。所以都變咗，如果真係話中意呢套嘢嘅，似乎呢只都冇得走噶啦。好坦白講，唯一要彈嘅即係可能頭先玩完德州戰略嘅殺人狂，你呢度冇血跡咯，冇咯，係咁多，係挑呢樣嘢啫。好 ，next。佢前排嗰陣係扮 VHS 嗰啲盒，我覺得正。VHS 係啊，呢個確實。好中意。呢個一齊啦。